大家好，我是 Rico 彩虹女孩。为什么是彩虹女孩呢？主要是因为我很喜欢把头发染成五颜六色，就像彩虹一样。从小到大，我是个特别不自信的女孩，外向的孤独患者形容的就像是我这样的人。所以非常感谢这些年来愿意和我合作的发型师们，因为我从那五颜六色的发色中找回了属于自己的自信。